哎，昨天我们去那个，昨天我们去酒吧，能说吗？昨天我们去酒吧，然后给我，待会得问小峰，那个看看下午喝咖啡吗？就是昨天我们去酒吧，我真的我有一度我就很想落泪，我就是，就真的我不是在装或者在怎么样，就是我真的就是有一度就很想落泪，就是我看到台上那个叔叔，他应该算是叔叔，就是他就是。明天找小新，就是我看到台上那个叔叔，他留着中分的头型，然后，在顶上唱歌，在顶上发光，然后我就觉得真的，我好羡慕这种人，我真的好羡慕他。我觉得一个人有自己的喜好，然后还能为了还能就是，还就是有自己热爱的事情，然后又因为自己热爱的事情而闪闪发光，就像梅梅。一样，我觉得就这种人的人生就是很值得让人羡慕，你不觉得？反正我就很羡慕，然后我就一度就是觉得我好羡慕这个人，我真的好羡慕他。其实我本来也有我很喜欢的事情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之前好像我之前的人生路不是这个样子。对啊，喜欢星星以后好像就有一些东西就。我错了，大家我们继续卖货。一号链接就是这个牛肉组合，今天活动价的基础上再赠大家一包芒果干，还剩最后19单，就大家我们把这19单出掉好不好？一号链接，这3包的基础上拍1发4，再赠大家一包芒果干，我们自己的芒果干，在一号链接拍完我就把这个品下掉。你还可以执行一下。其实我现在想要的生活就是星星，就跟星星在一起幸福的生活就好。我要知足，我真的要知足，人要知足。芝麻饼卖没了，芝麻饼前两天做活动做的太狠了，给卖没了。哎，我们家不是那种就是什么卖不动什么搞活动，我们家都是那种卖的好的搞活动。你看这个还剩，就是有。又有库存了，我天！牛肉条没，好，又有库存了。那大家就佛系下单吧。一号链接是赠一包那个芒果干的，拍1发4，赠一包芒果干。如果今下午再下雨的话，我们去西湖坐船吧。咱们去西湖坐船吧。你们有没有在杭州的？我们一块去西湖坐船。哎，对了，铁子们，我问你们个事儿，就是有一个北京的找我，就是他是那种什么绘画艺员课，还有什么学历提升课那种，就是带货直播。你们相信学历提升这个事情吗？就是有我之前在实验室的时候，有人给我打电话，说就是要给我提升学历。他问我现在是什么学历，我说我是博士，然后他就笑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觉得我在吹牛逼，然后我说我真是，然后我说你准备再怎么进一步给我提升一下，然后他给我挂了。我不知道，他说非要跟我聊一聊，我想着待会儿我下播我跟他聊一聊，我也有点不信，但是绘画课我还是挺信的。对啊，我不能因为这点事儿把自己的招牌给砸了。